哇，女王是15岁了，哇，为你们高兴，为你们赞美，真的，神在香港兴起这个团队啊，出来来观察、来监督这个国家社会，用神的那个心意来关心这个国家啊，还有一些需要的灵魂，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棒、非常重要的一个协会哈。在这个关键的时代里面，这个施工是一个关键的组织，我真的是以你们为荣，也谢谢你们长期以来帮助台湾走出爱基辅导协会来帮助我们台湾一起连结、一起合作，我们来关心亚洲地区现在整个性别的这个洪流。我们真的来到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我们实在需要一起更有效的彼此的打气、彼此的加油，然后呢，我们对两岸三地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心智，就是我们一起来打一个美好的仗，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很谢谢你们，也非常祝福你们15岁、15年的荧光色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有为，而且是有力量、有恩高的一个协会、一个团队哈。祝福你们在未来的5年、10年、20年、30年，能够为神打更美好的仗。